骨性关节炎晚期患者可以人工关节置换吗？张富军，西电集团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人工关节置换呢，是号称21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外科发明之一啊。那么这个手术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以解决好多的问题，比如说病人的这个下肢的畸形疼痛这些都可以治疗，对于这个晚期的人工膝关节这个病变了是一个比较好的疗效。那晚期骨关节炎的话，它最主要就是疼痛和畸形，那么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是比较大的，因为腿变形，而且走路困难，行走困难。那么通过人工关节置换它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让病人这个什么恢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一个活动情况。专家提示：一，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以解决好多问题，比如病人下肢的畸形、疼痛，这些都可以治疗。二，骨性关节炎晚期最主要就是疼痛和畸形，因为腿变形，而且走路困难，通过人工关节置换可以让病人恢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一个活动情况。